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啊，那么还有什么呢？山外青山，来，左手边，经过了楼外楼，啊，前面有一艘船，那个船上面是黄色的，那个是楼外楼的船餐船，每天晚上只开一次，7点钟到第二天早上，7点钟到晚上的9点，两个小时。那么在上面干什么呢？吃船餐，可以吃。